6月2日，谢霆锋妹妹谢婷婷在个人社交网站公布生女喜讯，并配文称 You are my birthday's line，并晒出一张宝宝小手的照片，照片中宝宝紧紧攥住妈妈的一根手指，令人感动。从发文的标签内容中可以看出，宝宝是女生，以及已出生100天。Love of my life, happy 100 days, baby girl。谢婷婷的好友也纷纷评论送上祝福。谢婷婷自去年5月出席活动后，便一直未有公开现身。即使父母哥哥一起庆祝农历新年，他也未有现身。今天谢婷婷突然在个人社交网站公布带女儿喜讯，令人惊喜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